这是抵达台湾六个月后的我。2023年8月时，我第一次踏上这个教室当阳光明媚的土地。那一天刚是很遥远，这又如此接近。如果你说那天是昨天，我一定会相信你。如果你告诉我那天是上辈子的事，我也会相信你。你可能会认为这种习惯的矛盾只存在于我的心里，而实际上时光一直都以着同样的速度在流逝。然而我相信时光在不同处有着不同的流逝速度，这完全取决于那个地方给你的感受。所以无论我是否准确，我都希望这个影片成为永恒，我的生命中的永恒。我希望每当未来的自己再次想起时，它都保有意义。我喜欢看见简易的公园和热闹的城市生活掌声的对比。我喜欢待在市区那些可爱的咖啡厅，花无数的时间整日记住那些有时回赠我脑海中流走的汉字。我喜欢抱着着一类纯粹的好奇心去探索味道房的真实角落，了解历史并观察台湾传统到现代的演变。在那里有着让人着迷的大自然，一直像老朋友一样欢迎您的热情迎宾，这些都让时间慢了下来，也让我能够好好欣赏这平凡的美丽。